好，简单来看一下东南亚服这一次夏季版本发布会的一个奖励。首先是 AB Remaster 第一个代码，他拿到的是一个30天的磁石宠物棉花糖皮克宾，这对于打猎还是非常有用的。然后第二个代码是 High Mountain，来自史诗副本高山，也是记得啊，到19号晚上之前要记得去领取。每个箱子的有效期都是2周。拿到的是一个伤害皮肤。第三个代码是 Dreamer Six。拿到的是一套带有实现效果的拉克兰套装。第四个是 Union Artifact，来自联盟工艺品的。拿到的是一个极限成长密钥，第五个是 ABX Lucid，拿到的是一个聊天戒指，还有名片戒指，还有一个勋章。